哪不行了？啊，大声说！筋不疼了？很痛吗？压垮。你说说他那个姑娘，别我不听，别插嘴，别再蹬直，蹬直，好。5, 6, 7, 8
小陈光是看着就已经吓哭了，感觉已经崩溃了。救命也太可怜了吧！企图抵抗，救救我！抵抗失败，已经痛到求救了。哭掉不能自己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个小朋友还没喊过来，要坚强。慢慢爬行中，原谅我这个心头又好像，继续加油哦，你们是最棒的。蒙古四川建正一口之路零基础三个月的艰苦训练。